วงนอกจากจะมีการ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รดกทางด้านศิลป์小妹妹这个姐你认识吗她是我隔壁班同学好久都没有去学校了大家都说她失踪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个人认识吗那你有没有感觉最近有人在跟踪你啊没有啊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或者遇到什么怪人呢你们算吗